叫一声，好儿子呀！我真希望永远这么叫下去。这是你小叔。郭麒麟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父亲张鹤伦，还有爷爷阎鹤祥以及小叔叔周九良。这是最新一期播出的综艺节目《开始推理吧》里面的一个戏剧桥段。虽然是演戏，但是从搭档变成爷爷，阎鹤祥是激动不已，张鹤伦就更不用说了，一遍一遍就想听郭麒麟喊爸爸。爸爸，你能这么叫我，我感到很欣慰。你可以，你再叫一声。爸爸，好儿子呀！你大爷！你大爷！又是我！你把手机给我砸了，差不多得了。对，就连周九良也因为叔叔这个身份洋洋得意。哥哥，我觉得这三个人可能是再也不打算回德云社了。这就是盘头，盘头，你得盘。我一猜就是。对，这拿着。又跑你了。盘拿着，来，这个盘。盘的。其实这是剧本的桥段，演员都是角色扮演。这大哥，我不要再弹吉他了啊！我觉得给你伴奏啊啊！老父亲把这个俩老虎摆正了。好啊，大伙儿能看出什么关系来了吧？是吧？郭麒麟扮演的郭包佑，在自己居住的同一幢公寓楼里，发现了失散18年的父亲巨成功。我是你的爸爸巨成功啊！张鹤伦扮演的巨成功，有着一个大家庭，他的爸爸，也就是郭包佑的爷爷巨养生，由阎鹤祥扮演，老婆巨太太。也就是郭包佑的亲妈，由李雪琴扮演。巨成功还有个弟弟巨文艺，也就是郭包佑的叔叔，则是由周九良扮演。没想到认亲现场发生了一起案件，管家被杀，郭包佑等人便开始找线索推理断案。当然最后的真相节目还没有更新，目前还是个悬念，很多人也没有看过节目。哥哥，我就不剧透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能借着剧中人的身份听师傅家的大儿子自己单位的少班主叫几声爸爸叔叔或是爷爷，显然是张鹤伦、阎鹤祥、周九良最爽的事情。非常的痛快啊，报仇了。对，你平时有什么仇啊？就是他老台上占我便宜，我觉得都找回来了。对，我是郭麒麟的爷爷，要报仇我就有。头一回演那个大林的父亲有点不习惯，希望以后这样角色我多多尝试哈、这个跟我师父呢，我们哥俩我们爷俩来说的也这都是回这两句话的事。把张鹤伦写成爸爸，阎鹤祥写成爷爷，也说明剧本的创作者一定是深谙德云社相声的伦理梗的精髓。在德云社的相声里，伦理梗是非常常见的包袱。秋香害我的儿子叫高峰，四叔，你好好摸摸你四叔啊！哎呀，你来来，你摸摸你二大爷来。爸爸拿一把伞，儿子，哎，我跟你说，你看你占我便宜干嘛？你上你岳父家去，进门你瞧见你岳父，你喊爸爸呀！啊，此时他不是你的岳父了，也不是皇上，他就如同是你的爸爸呀！对。什么叫幽默？就是含蓄啊！展示一下。我举个例子啊，我是你爸，这就幽默。是要刚，是我，你是我儿，是我，我是你爹，是我是你爸爸，是你是我的儿子。可以可以啊，差不多了就行了。该我了，你大肠。你可是要刚，是我，你是我儿，是我，我是你妈。可以。哎呀，我是有两个儿子的人啊。你是老大。儿臣见驾，不候千岁，听臣千千岁。儿啊，母后。儿啊，母后，儿啊，儿
伦理梗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相声演员占另一个人的便宜，让对方叫自己爸爸。但是如果遇到真父子，那伦理梗又能翻出很多新的花样。情场面前无父子。什么跟什么呀，这都是。不是。你少往鱼家跑，以后知道吗？准是你师娘教你的。嗨。反正就是台上无父子。对对对对对。好，谢谢啊。杨毅啊，那我也说 我叫杨少华。我们是亲父子爷俩。我是爸爸。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儿子啊。我也没跟你争过。我争这干什么？我这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兄弟你讲个，哦，对，兄弟你讲个便宜吧。此外，观众也会在伦理梗上和演员互动，互相开玩笑占便宜。爸爸啊，怎么还有女的呢？头一口你爸爸。哎，父亲的英文。对， Father。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你爸爸是听相声的。嗯，当心里蚂蚁各位都当着我的衣食父母。小兰花可喜欢你了。谁？谁？我妈妈。你妈呀？哦，好好，谢谢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啊。喜欢你了。哎，超超一便宜。你说，你看看我们这都什么观众？你这都什么观众？妈，我去学相声去了。我一，你妈看着比你岁数还小呢。爷爷，爷爷，爷爷。但是也有观众脑子一糊涂，把关系算错了，便宜没有占到，还反被抄了便宜。先跟自我介绍，好啊，我叫刘小婷。占他便宜，你知道你辈儿得多小吗？于云亭那是于老师的儿子。对，我上我师父家去跟孩子玩呗。叫哥哥。叫哥哥。哥哥来爸爸抱抱。有人说伦理梗很无聊，并不高级，但是这是相声最原始最传统的一个包袱类型。随着相声的发展，演员也在努力地给这个包袱类型赋予一些新的表现形式，让伦理梗更自然也更好笑。这个伦理梗呢，这得摒弃掉，摒弃50多年了还没摒弃掉吗？老先生的努力在你一秒钟之内就被破坏了。这便宜是我占的吗？我占的也不行啊。不要因为是朱鹤松说的包袱，他包袱就对。下辈子比如说我要当个皇上，于谦儿，哎，怎么着，你就是我的大太子。我怎么高峰，我呢，你是我的二太子。行，您别说了。什么呀，都是把人气乐了。凭什么你是大太子啊？凭什么呀？别等会儿吧、啊，怎么了，疯了吧你？我怎么疯了？哪儿啊，就直目瞪眼问我，我怎么不能是大太子？我的师爷侯耀文侯先生。是啊，相声说得好。您好啊。为什么呢？啊，这大叔相声，侯宝林大师，相声大师。哎，刘源相声说得好。是啊。他爸爸先生。怎么？这男扮男你还是拍上了啊？怎么？我爸爸不是说相声。你爸不是说相声？不是说相声。不能够啊。能不能够？不是，你爸不是说相声，那我呢？我你往太平间里喝。你往哪，怎么哪有你的这里头？后期相声世家呀。我相声世家，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我老爷。这刘老师咋不吃错药了你啊？怎么了？行，我烫着了似的。哪儿啊？我岁数啊，老爷。我这老爷你也认识了是吧？你是我老爷是吧？不是你哪儿？我老爷姓张。对呀，啊，张元来呀。桃李芳菲梨花娇，怎比我枝头春意恼。